他过去是一位商界奇才，但他现在是一位神父。他过去拥有名利，但是他现在专心为教会服务工作。过去的他蜕变成今日的林武国神父。今个星期日下午4:35，生命恩泉就会同大家分享林神父的内心世界和他人生历程的亲身感受。